三个人一间房。标间儿？不是，就这一间房呢。咱仨咋睡呀？那还不好分配，他睡这张床，我睡那张床，你啊，那有麻将机。你咋不睡麻将机呢？不是，你忍心让我睡麻将机吗？到底怎么分配？不是，咱哥仨从小光屁股长大的，那谁睡床谁睡不都一样吗？到底咋的？别说了，我委屈点行不行？我委屈点。行，你可真委屈。那一般般的。你俩处了吗？哎，没有啊，没有没有。我怎么有犟啊？不是，咱哥仨从小光屁股长大的，这点最基本信任没有了。光屁股的就是你俩了吧？那你看你俩睡你也不乐意，完了我说我睡的、睡觉吧。你过来点，来老姐夫这。哎呀，快点。过分了。他说那个啥几天，我能往这边点，咋的了？然后再亲一个来。哎呀，操！